而薪水不涨，这个蔬果油气价是不断的攀升，大家要怎么样个过好年呢？所以中油现在也承诺说，明年一月份20公斤桶装瓦斯现在又动涨了。而中油也透露说，这个今年呢春节横跨一二月份，所以初步估计在二月份也不会来调涨。那么桶装瓦斯至少是渴望呢可以动涨2个月的时间，加上中油也同意说农历春节假期，那么暂时不会调整国内的汽柴油价格，为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过个好年。